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6号星期一，我是主持人肖芳，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2024旧金山华埠中秋街会上周末举行，旧金山清理露营一个多月情况依旧，再遭企图暗杀，特朗普感谢执法人员称度过了有趣的一天，市场对降息50个基点预期重燃，受台风影响的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已恢复通航，高盛花旗将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4.7%，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核电站安全性仍然感到担忧，普京签署命令扩充武装力量军人数目至150万人。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本台记者吴卓明9月16号旧金山报道，2024旧金山中国城中秋街会于9月14号、15号周六周日一连两天，在中国城介乎加利福尼亚街和百老汇街之间的都板街上举行。布里德市长致辞时表示，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多地已成为一个节日。他感谢雷以华和华埠小商人协会多年来坚持举办中秋节街会活动，吸引更多人流进入中国城，促进中国城的人气和商机，为中国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本台记者田霞9月16号旧金山报道，旧金山市和伯克利市近日获得美国能源部 DOE 的1990万美元拨款，用于改造和现代化大型建筑，包括商业和多户建筑。这笔区域拨款中的1430万美元将拨给旧金山，将制定和实施建筑性能标准 BPS， 使建筑电气化并消除排放，帮助湾区走向更具弹性和公平的全电气化未来。建筑性能标准 BPS 旨在通过要求现有建筑满足基于能源或温室气体排放的性能目标，来减少社区的碳影响。本台记者天霞9月16号东湾综合报道。据 ABC 地方新闻7号台的报道，自2024年8月1号，旧金山市开始对街道露营的人群采取清理措施，特别是在田德隆区，许多无家可归者都遭到了清理。但一个多月之后，媒体随访发现，虽然宣传声势铺天盖地，但实际情况进展有限，而且实际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根据旧金山提供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只有202人接受收容，而1127人拒绝任何帮助。事实上，旧金山在清扫和清理一个角落的一个小时后，又会有人再次占据该角落。本台记者天霞9月16号东湾综合报道。旧金山为阻止无家可归者采取新措施，将禁止房车在街道上过夜。人们称这是选举季节的阵痛。该禁令禁止房车和其他超大车辆在午夜至凌晨6点期间停放在市政府管理的街道上，并允许旧金山交通局在提供庇护后拖走违规车辆。无家可归者倡导者呼吁市政府开放更多安全停车场，称这比禁令要好得多。停车禁令提案仍需通过旧金山交通局董事会投票才能生效。与此同时，无家可归者倡导者计划在本周董事会开会时集会反对该提案。
以下来关注美国新闻。前总统特朗普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晚感谢执法部门，称他们在又一次明显的暗杀企图后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联邦调查局表示，特朗普周日在佛州打高尔夫球时面临了又一次明显的暗杀企图。现年58岁的嫌犯瑞恩·劳斯在佛州被警方拘捕，原因是特勤局特工发现他在特朗普位于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外用步枪指着栅栏，特工出于保护措施开枪射击，劳斯丢枪并开车逃跑，但迅速被拘捕。事件之后，特朗普也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特朗普随后在 Truth Social 上的帖子中写道，我要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这真是有趣的一天。前总统特朗普周日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总统拜登周一表示，特勤局需要更多支持。拜登在对记者讲话时表示，他尚未收到关于特朗普在佛州高尔夫球场遭遇事件的详细报告，但他对特朗普安然无恙感到庆幸。在对这起事件的首次公开评论中，拜登继续谴责了针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他重申政治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处。周一，前总统特朗普直接将针对他的潜在暗杀企图归咎于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他表示，民主党人的言论激发了针对他的暴力，同时将自己的政治对手称为真正的威胁。他进一步将企图袭击的枪手称作危险的傻瓜，称他听信了拜登和贺锦丽的言论，并暗示曾在宾州集会上试图刺杀他的第一位枪手也是如此。消息人士告诉 ABC 新闻，截止目前，嫌疑人的动机尚不清楚。联邦调查局 FBI 仍在继续对劳斯的背景进行广泛调查，以确定他是否因对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感到沮丧而采取行动。最新数据显示，华尔街投资者押注联储会更有可能选择大幅降息，而不是降息25个基点。在过去的几天里，有关降息幅度的预测在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之间摇摆不定。周一，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杜德利重申了他对联储周三需要大幅降息的立场，指出联储保持物价稳定和最大可持续就业的双重使命已经变得更加平衡，这表明货币政策应该是中性的，既不限制也不促进经济活动。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肖芳，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台风贝碧嘉的中心16号已离开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当天下午已恢复通行，允许航班起降。贝碧嘉当天造成以强台风级别登陆上海，是75年来登陆当地最强的台风，其后减弱为台风级别。上海当地有多起树木折断、积水以及广告牌坠落的报告，全市已转移安置超过41万人。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强调，要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本台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增速低于七月份的 5.1%， 创下三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中国的工业产出八月份放缓至五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高盛和花旗集团16号分别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4.7%， 高盛此前预计中国全年经济增速为 4.9%， 花旗集团则预测经济增长率为 4.8%。 8月份中国的经济活动疲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缓慢的关注，并凸显出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来提振需求的必要性。本台消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6号到访意大利等主要欧盟国家进行游说，试图让这些国家投票反对欧委会延长该关税措施。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与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塔亚尼在声明中说，两人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农业食品行业贸易以及投资等问题，以及乌克兰战争、加沙和红海危机。意大利呼吁中国帮助解决向俄罗斯提 向俄罗斯供应武器以及红海航运安全问题。意大利外交部的声明没有直接提及电动汽车。本台消息，中国驻英国使馆16号表示， 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英美战略对话联合声明在台湾、南海问题以及乌克兰危机方面无端指责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中方坚定不移反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发言人说，中国在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船只擅自闯入相关海域，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动宣言， 严重危害南海和平稳定，英美作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事实，停止任何挑动对抗的言行。至于乌克兰问题，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断散布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虚假信息，敦促英美两国停止拱火浇油，甩锅推责。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16号敦促美方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对当事方的重要影响力，采取切实行动，推动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生存希望。耿爽当天在安理会以巴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说，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停火止战、停止杀戮的强烈呼声，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已经导致 4.1万多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耿爽表示，中方再次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立即解除封锁，开放全部过境点， 取消对人道物资准入的限制，停止对联合国等人道机构的攻击打压，为人道机构开展援助提供安全保障和便利。本台消息，中国铁路集团15号通报， 今年11黄金周假期，中国大陆预计将发送旅客 1.75亿人次。 中国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从9月29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5亿人次， 其中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 预计将突破2100万人次。 按照车票预售期的相关规定， 铁路12306将从15号开始发售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火车票， 当天发售9月29号的火车票，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将在中秋节17号当天开售。
中国大陆疲软的经济数据导致16号部分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的股票走低。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截止16号下午20:23，马化腾以439亿美元的身家超越饮料企业农夫山泉的创办人钟闪闪。钟闪闪跌至第三位，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位居第二。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本台消息，以军16号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和北部的多处地方，造成至少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以巴冲突、卡塔尔等国调停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双方表示，国际社会应协调努力，推动尽快结束加沙地带冲突，释放被扣押人员，并向加沙地带所有地区提供可持续人道援助。本台消息，联合国加沙高级人道主义与重建协调员卡格16号向安理会表示，人道主义援助只是缓解苦难的暂时途径。过去11个月的恐怖经历痛苦地表明，政治解决是唯一可持续的前进道路。没有政治解决，苦难的循环将继续下去。卡格在向安理会通报加沙最新人道主义局势时表示，经过深入协调，世卫组织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儿基会成功完成了两轮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活动当中的第一轮。疫苗接种活动的第二阶段应在大约4周后开始。他强调，脊髓灰质炎接种运动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实时的政治承诺，就有可能采取人道主义行动。伊朗总统佩泽席奇扬16号表示，伊朗对其他国家没有敌意，并仍然致力维持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佩泽席奇扬当天召开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他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只寻求满足自身的技术和科学需求。他还表示，伊朗仍然致力维持核协议框架，是其他国家不履行协议条款，令伊朗被迫违背初衷。如果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承诺继续履行协议条款，伊朗也将履行协议。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从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对其他国家没有敌意，但伊朗需要保持国防力量，以确保国家和人民安全。本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6号在该机构第68届大会上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核电站的安全性仍然令人感到担忧。他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局势依然岌岌可危，经常发生的爆炸、无人机袭击、枪战、外部电力供应一再中断等挑战增加了核事故的风险。八月下旬，他前往俄罗斯参观了库尔斯克核电站。他在16号的会议上表示，那里的形势十分严峻。他指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防止核事故至关重要，攻击核电站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处于何处。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签署命令，将武装力量中军人数量增加至150万人。俄罗斯政府公布，普京16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武装力量人员编制接近239万人，包括150万名军人。该命令将于今年12月1号生效。
菲律宾16号 表示绝不放弃菲律宾海军曾留驻的萨比纳礁。此前一艘停驻在萨比纳礁中国称仙滨礁海域的菲律宾船只撤离，该海域的主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和菲律宾争夺的焦点。美国指责中国的危险行为，重申继续支持菲律宾。 欧盟委员会专责内部市场委员法国籍的布雷东16号宣布辞职，并指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治理存在问题。布雷东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封致冯德莱恩的信件，称冯德莱恩在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组成的最后谈判阶段出于个人原因向法国施压， 要求法国撤回布雷东的候选人资格。作为政治交换，冯德莱恩向法国许诺更有影响力的委员会职位。布雷东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是法国推荐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他在信中说，最新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治理成问题， 因此他不能再担任欧盟委员之职。针对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27号 投计票探寻国会议员票、党员党友票、地方票动向的结果显示， 9名候选人中 43岁的前环境相 小泉进次郎， 63岁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 高市早苗， 前干事长67岁的石破茂3人处于领先。在第一轮投票中，很有可能任何候选人都无法获得总计734票的过半数，由前两位展开最终投票的可能性很大。距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还剩10天时间，加之约2成议员尚未决定把票投给谁， 因此形势依然存在变数。巴布亚纽几内亚警方16号表示， 数百名高地部落战士之间发生枪战，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安全部队已获得平息动乱的紧急权利。指挥官唐多普说，在巴纽最大金矿之一的波尔盖拉附近， 敌对部落因8月一起事件发生冲突， 后来恶化为激烈战斗， 光是15号就激发了300枪。 南韩首都西部的一个区的消防员16号说， 一个装满北韩垃圾的气球降落在首尔一栋大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据南韩军方称， 继前一天空飘了50个气球之后， 15号北韩又向边境发射了120个满载废物的气球， 其中约40个气球降落在南韩境内， 主要是降落在京畿道北部和首都。本台消息， 世界气象组织16号发布的最新臭氧和紫外线公报强调，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臭氧层确实有望长期恢复。公报指出，如果目前的政策保持不变， 预计到2066年左右， 南极地区的臭氧层将恢复到1980年臭氧洞出现之前的水平， 北极地区将在2045年恢复到这一水平， 世界其他地区将在2040年恢复到这一水平。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支持的最新科学评估， 自2000年以来， 南极臭氧洞的面积和深度一直在缓慢增加。 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7.07点， 涨幅0.13%， 报收5633.0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28.30点， 涨幅0.55%， 报收41622.0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1.85点， 跌幅0.52%， 报收17592.1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由肖芳编辑播报，感谢收听。